是你曾给过我的那种宠爱。要带大家去看大圆挪天宫，他们这一次去开机玉皇宫领旨，然后去新太子宫业主进香回来，因为想说他们的宫庙也在大圆嘛，所以想说来带大家看一下哦。偷偷告诉大家，就是他们的机身非常的帅，如果你喜欢帅哥的话，千万不要转走哦。
谢谢。